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球，特别的好玩，给你们打开看一下，就这个东西，还有粘性很强，啊，有点香甜的味道，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糖，就是这个球了。这个球干嘛呢？它可以粘虫子、粘蝇子、粘苍蝇，而且上面有一个环儿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环的话，大家可以系个绳子挂到那里，好看啊。因为好多话说，老花姨，你家那个粘虫板粘的哪都是。于是乎呢，我就找到了一个这个球，这个球的价格就比较高了，9.99两个呢。所以说话友们，你们自己斟酌着来吧。你像一些小黑飞啊、苍蝇啊、小果蝇之类的那些个东西啊，它都可以去吸附，而且它没有毒性，带有香甜的气息。老是担心那些个小蓟马之类的、小黑飞之类的飞来飞去那种虫子骚扰你们的，都可以用这玩意儿挂上就行，比较简单。但是你买不买全凭自个儿。完，我们家卖的粘虫板19.99，20张，这玩意儿9.99俩，自己斟酌的来吧。你们需要的话就去整一下，不需要的话无所谓了。就是觉得这种园艺产品每天有创新，自己不能落了伍，得去看，粘力很强哈，看随便一弄就粘得住。一般的蝇子都飞不动了。好了，挺好玩，9.99俩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